时期，咱来依法不依人，这事足重要哦。咱目睭在爱钓金哦，爱看好平。咱啊钓唔着赌赢呢，不但无赔，身败名裂，啊煞着脆骨分尸。咱应该是拢明眼人，咱会当判断。那照咱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法来教导的呢，这就是啊正港的名师。啊，如果呐，安尼乌白转，咱就爱认好清哦，所以这足重要，依法不依人。咱如本大法师以清净经藏智慧如海，咱如本师父悲智双运，以不离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下凡情操。值得我们来鼓励的，我们的赞叹的掌声。咱真高赞，咱怎样人啊？趁早来学佛，咱就会当离苦得乐。最起码，咱呢，怎样讲？我们要如何生活下去？咱免来克服难关，咱免当来活在自在。所以呢，真正袂歹。尤其是正加在，就是讲佛法时期啊，咱拢会当啊追随着啊名师，咱就会当来了解咱悟到人生的真相。啊，师父，咱如本大法师会带领咱呢来离苦得乐，互咱究竟解脱。各位，你讲安尼有福气无咧？安尼好唔？欢迎啊！热烈掌声来欢迎参选大文啊！欢迎喜欢大文，来掌声欢迎大文，谢谢师傅。敬爱上如下品上人，各诸神长老、法师、众菩萨，大家阿弥阿弥陀。以上吼，咱上人啊咧弘法，以及开示啊，拢是足精彩。尤其是伫个目前咱这个社会吼，生活了有较复杂一处啊吼，即个即摆来听咱师父咧即个弘法吼，敢若一个会清流咧。听说了，脑筋就清楚。地位的祖先业障的减轻，大代志会化作小代志，小代志化作无代志，无代志化作好代志。所以我就直接讲吼，我就咧做雕塑安尼尔吼。那么伫我的雕塑过程中间咧，对这个艺术的创作吼，我有三个要。真神秘，就是你做的心爱真真。你创作过程内底，爱对社会有帮助，唔通来引起社会惊动，那是神。秘呢，就是伊的线条，互咱看了，对咱的生活空间有一个真好、真柔顺的感觉，心情感觉真爽快。那么，在我跟随着咱的上人吼，十几年来，十几年啊，自法王讲经也未开始当阵，我就伫追随着咱的上人吼。这十几年来，伫咧边啊吼，学真多，啊嘛看足多。我发觉着咱的上人吼，敢若阮从事艺术工作的人，所咧追求的一个真完整、真超凡的艺术品感官。因为安怎伊啦，我等下讲出来，你就知影师笑起来足好笑，莲花似现咯。因为第一个吼，上人咧讲法的时阵，咧开始的时阵吼，真真啦。
伊虽然学富五车啊，才高八斗，智慧如海啊，但是吼、哦，伊咧讲话真单纯，未去用一挂真艰深的即个话吼、哦，互咱听甲无啥啥。干那讲吼，啊恁兜住伫倒位？啊你讲啊都，你落高速公路啊，我三弯啊，我向正边，我倒边，啊向西佮落南三间厝，迄就是阮兜。我咧听甲规部唔知道。哦，你不如就讲到一条路就好，无若讲上好报就讲，啊，拄好阮兜住伫化龙岗顶边啊尔，啊就解决啦。哦，事咧讲是非常的简洁佮真，互大学教授以及讲咱较早都较无闲去读册的人，统统做家拢听有，伊袂互咱听无，互咱得到的法理是足健康，所以是真。那么事咧激烈中间咧。拢会记一挂真积极、积极、乐观、进取、真欢喜的咧。伊袂去记着一挂讲，互你感觉讲真恐怖、真惊吓。你若无安怎，你就会安怎。若无会安怎哦，哦，伊袂安尼。所以这是一个足善良的一面。我相信讲吼，咱在即个生活过程中间，常常卖讲。方法来，即个中间去讲到这個，其实朋友亲情中间有当时啊，无意中咪讲，你若无安怎，你安怎？哦，我看这拢唔是善的一面。那么咱上人，伊所讲的例，所记的例，拢一概是非常的善良、积极面，互咱听了感觉讲，啊，我若安尼做，我嘛有一天笑下你，较袂互恁子孙啊找无，真歹势。那么第三，我咧讲米，这项就甲上年头古啊向我咧讲起笑一下了。一般艺术的创作来讲咧，伊要有一个突出的创作，突出出来，线条啊足水的，尤其是无人有诶，唔好共抄。那咱上年咧钢筋的发像哦，绝对无人有诶，伊家己发明的，正好接受，正好斗阵，正好信任。足好去进入伊法门，真紧你就互伊吸引掉咧。真罕咧讲，伊甲咱伊虽然是坐遮悬，但是伊会坐下底，但是上年等下开始了，你会感觉大家奈拢斗阵做伙啊？啊，伊这种特殊的创作吼，是一种非常杰出的艺术创作。所以来讲，咱上年的人文艺术已经进入一个纯艺术的境界。以纯艺术，会当讲是永生不灭啦，哦，万世长存。如果以上人对人文艺术、对方法的这个过程中间，伊所达成的呢，伊在太平盛世绝对一定有价值的，在乱世中间嘛，绝对有意义，甲伊的推动的足重要的任务的。今仔日吼。流行咱拢在处文化啦，我相信吼、哦，咱加减顶世人吼、哦，拢有烧好香的功夫哩啦，吼、哦，尤其是我拢徛伫遮吼，这样讲是天大的福报，所以我真诚心感谢诸菩萨，感谢敬爱上人，感谢诸山长老，感谢诸位法师，感谢诸位菩萨，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。万事如意，大会成功，法会圆满，阿弥陀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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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必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大家请放掌吼。诸山长老，咱所有的贵宾，以及着社会上所有名流士绅、诸位在家菩萨，以及着咱今夜大会司仪、向书记官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咱千希望万期待的佛力工作呢，目前已经活跳跳摆在咱的眼前啊！诸位有欢喜无啊？咱那个唱的好唔好啊？诸位，不过若无讲落吼，我那袂得啦。伊若无讲落呢，时间吼，互人人掠厝拆家鸟掠到无半只哩。所以咱爱甲讲落去，感谢着咱家拄啊雕刻艺术大师黄应甫大德，来甲咱庄严道场，咱美言几句，使着咱的法会呢蓬荜生辉、佛光普照。感谢伊，谢谢阿弥陀。讲到伊雕刻艺术的主义呢，也拢是高深莫测啊。不是用三言两语会当形容的好诶。雷震呢，伊多年雕刻的艺术啊，如果若用语言会当来形容呢，我讲真呢，无法度就是无法度。所以今仔日咱会当用了呢北京语一句话讲，伊这款艺术的雕刻的造诣，这款深的见解，不妨叫做巧夺天工啦。也是咱当今社会一位伟大的艺术的宗师啊，在咱报道南北二路，这个、中青辈甚至较老一辈呢，讲到黄应甫大德呢，无一个无了解。为安怎讲？因为呀，伊艺术的造诣已经达到呢非常深奥境界。譬如注意，我后壁这尊。这尊自在观世音菩萨呢，就是黄应甫伊所雕刻的，包含着大殿的三尊大佛，拢总是伊雕刻的，注意有庄严无啊？因为啊，因为伊是非常伟大的雕刻师，我称呼讲伊人一流，功夫一流，雕刻一流啦，非常一流。有人讲如本阿叔你讲，敢会想过大哦？唔，你是要甲讲黄应甫大德人唔是一流，下下流，安尼讲堂的和尚拢下流的，是不是注意？无唔对。实际上讲起来，咱黄应甫大德伊雕刻的艺术啊，已经唔像语言会当形容啊。用雕刻讲呢，心就是艺术，艺术就是心，艺术为伊心全部展现流露，正正无二啊。这点呢，是咱报道每一个佛教徒了解雕刻界呢，无一个唔知影。所以今仔日呢，伊来教咱会场，遐尼无形当中，我呢甲电话一通，哦，伊欢喜甲真感恩，伊抛开所有工作量呢，伊就甲安排甲今仔阴暗呢，互咱大家有机会见面。伊目前是担任咱大中市呢雕刻艺术学会。连任的理事长，伊会当连任，唔是讲呢，特别就有法度得到的。我相信伊为人处事，包含着呢，伊所有啊，伊雕刻艺术，受呢大中市济济人的认同。哎，你就有清楚，无简单啊！我会记，我甲咱黄大师已经认识呢，应当是伫十年前左右啦。那么在阿未进入咱的看破放下自在解脱的进程，我小可甲咱黄应甫大德，也咱应暗地主黄大师呢，我讲甲伊熟悉的经过，用三分钟呢，在阿未介绍伊以前，咱请伊徛起来好唔好？
再接一遍。咱注意，注意看伊相貌，看伊相貌，伊相貌已经唔是人啊！伊相貌唔是人，当然是菩萨，当然袂当讲伊鬼啊！伊相貌堂堂，伊相貌遐庄严，绝对有精英的。我讲伊精英，好，请坐吼。哦，庄严上有够啦！啊、哦，伊庄严就是伊的果啊。过去伊遐一年，伊努力雕刻呢，全部精神投入呢，雕刻非常的三十二相、八十随缘好呢，融入迄境界呢，所以心灵转向。上呢随心所转，今仔日伊的庄严上，我相信唔是讲呢上天赋伊，还是自然有的，是因为呢伊在二十外多年的努力打拼呢，心融入于这个雕刻，真简单。你要雕刻这佛像，你袂当甲佛像雕刻亲像人，迄条鼻啊，迄条目睭，迄条嘴，爱全部精神的集中火力呢，灌注伫个三十二相当中，无形中伊的心都和这个。佛法呢融入伊啊！我拄啊唔再讲一句话，伊心就是艺术，艺术就是心，心就是三十二相，三十二相就是伊心。伊个拍成一片的状况，为安怎我安尼讲？因为伊呢摕一张相片我看，伊摕出二十年前的相片我看，我看一下讲，哎呦，这什么人？那是阿修罗。讲啊，你讲形容个遐歹听。实相讲起来最。伊迄只二十年前的相片哦，伊管正正呢做歹人免化妆，那是讲做好人哦爱化妆，伊做歹人免化妆。迄相貌是呢足凶恶的，啊想袂到呢，伊经过二十几冬投入这个艺术的工作，融入伫佛法内底呢，所有心内境界完全净化，展现出庄严的面相出来。这若无相当付出的因啊，哪里真来有迄庄严的果呢？这就是因果的展现，诸位安尼明白无？我讲，咱这个黄大师，伊唔是人啊，我如本嘛唔是人，因为呢，我过去啊，我的相貌较属于这个烟斗型的啦。不过这个烟斗当中带有杀气，烟斗当中带有苦，烟斗当中呢带有一款呢不近人情啊。烟道不一定好，所以呢，经过呢二十几冬来修行，渐渐啊净化，渐渐啊净化，人阮的心融入这慈悲心的当中，渐渐我人个相貌，毛跟慈悲相照出来，你唔就感觉无呢？所以注意，咱要有信心，只要有信心呢，我相信咱的相貌会丑陋不庄严，你啊努力有付出，绝对呢。世间人讲的，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，无论因度迄个果，咱有教是绝对相信这个事实。所以呢，佛祖伊三十二相、八十随缘好，若要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炼洗礼呢，今日哪来有法度得到这三十二相呢？无法度。所以呢，也因为呢，咱若努力打拼有这个因，以后会当得到三十二相成佛，这款平等观呢？注意，咱佛的弟子个修行充满着信心甲希望，安尼注意清楚吼。今仔日看有几多人来参加这次这个听经闻法，咱题目叫做“看破放下自在解脱”。我拄啊还未入门个以前，看有大雄宝殿客随人无在招入啊，咱三楼所在拄着无在招入个人。我在这所在依然付十二万块的欠伊，啊，真歹势吼，还无法度去吧？看电视抢人呢，哦，真歹势。那么注意，咱就要切入本题，题目叫做“看破放下自在解脱”。那么看破呢？以佛门的角度来看，就是法界的；那么这个放下呢，就是法心的。自在就是解脱的，叫做三德的。那么这个看破梵文音叫做般若啊，翻译咱这台湾话叫做大智慧啊。
所以真正连看破这个世间的真相人，也无相当其中的这个大智慧人呢，你实在无才调看破世间。这个看破世间，不是世间人伊所讲讲消极以待啊！哎呀，看破失望哦，已经呢无才调维持落呀，哎呀，放弃了。这款有排毒异己，或者是呢有这款消极意味。这世间人就是在这个阶段啦，这款是唔对。那么既然是安尼佛教讲的看破是安怎呢？所以一连串三讲就讲这个问题。看破不但唔是消极，唔是呢排毒异己，唔是一款食饱等死，或者是呢较放弃的意思，伊佫另外一层的意思。那么这层的意思呢，意义非常深远，唔是三言两语讲的好。所以咱呢，就要用三工，把这个看破伊真实的面貌，伊本来面目，要甲注意解释一下呢。到底这看破是如何一回事呢？简单会当简单一句话讲，要记住大智慧。如果若无智慧人，伊世间看袂破。所以较早有一个弟子啦，讲师父啊，我若有一天看破的时阵吼，才剃头做和尚。我是咪想讲，世间人讲啊，因婆较好个啊。来一个讲看破头出家，我佛门中都唔是所谓的粪扫烂哥，实在讲唔对呀。伊这个看破中哦，消极已经失意啊，失志啊，剩半尔，干无跳海尔。等出家，我收收一大堆路数袂通啊。这个看破意思注意啊，唔是遐尔啊消极，甲遐尔浅的意思，有足深的道理伫个。到底深到如何，看到什么状况，连续三天来讲。那么放下是什么意思？注意听好，放下就是发心的。要大家咱发心的现出来呢，第一你看破，第二你所谓呢，大家呢万法不立，一定不染的境界。大家梦想不生，这时阵菩提发心呢，在我到现落时阵，难道？讲个这个放下的道理，所以讲这个放下，简单讲，来为看破来。你若看无破真相，看了无好势，内容起码无了解，安尼叫这样放下，难以啊。过来，这个自在就是解脱的意思，解脱的。如果那个你要得到这个解脱，你无自在未得；你要能解脱，你万缘。各项代志拢拔掉的、缩掉的、冻掉的、阻碍掉的，谈何自在啊？解脱都唔免讲啊，就对了。所以讲到这个解脱的位置，我后壁一连串会甲讲落去。那么注意，这个解脱是指着一个动态能解脱，伫迄个静态也能解脱。如果伫静态能解脱，动态不能解脱，不能称呼叫做自在解脱的意思。正像咱佛门所讲的，这二圣人阿罗汉呢，伊定空修集，证悟这个空的道理，在涅槃当中，不能将空出家呢，因此伫个空，待伫个寂静的当中，足舒服的，足快活的，足自在。一旦要叫阿罗汉出来恭敬说法呢，亲像呢三乘空明呢，困难再困难，因为伊实性呢，伊就爱。在静态当中，比在深山那内，啊，在禅定中，伊感觉较快活。所以呢，伊在动态疗愈社会风尘滚滚的当中，度众生，伊感觉真忝，伊感觉真厌烦，伊感觉真郁卒，未快活。因此，阿罗汉呢，在静态能自在，在动中不能自在，安尼不能堪称叫做自在解脱。那么菩萨就无同款咯，菩萨呢？不但伫静态能自在解脱，佮同时伫这个动态当中呢，静态当中，伊完全呢拢能自在。这是菩萨的角色，也是菩萨的境界，也是菩萨伊要历练伊的对象。菩萨伫动静当中能自在。那么咱这所在所讲的，就是一界呢为凡夫的声闻缘觉菩萨。一直要个多归多归多归，甲佛多入来，这三讲得注意，搁听好。
人看破放下呢，才是真正有法度踏入这自在解脱可言呐。那么要如何来看破，如何放下，放下什么物件，看破什么物件，这三天就是讲这问题啊。如果你了解看破，未能放下，你就这个皮毛而已。你若是讲头啊看一工啊，尾啊听一工啊，中唔听，你就麻而已。所以前中后你三工啊听完完呢，都得到这个佛法的全貌，佛精髓。这三工的佛法无理由呢，欠这一工，那欠这一工，你暂住的精神观真艰苦，因为你唔知影伊来龙去脉、前因后果。断章取义，我得得到佛法也全部是局部性的。哎，你注意听对吼。咱要搁讲话啊，一人如果会当看破，伊未必然伊有在条放下。既然无在条放下为正呢，那么谈到自在解脱就谈不上咯。我也搁再讲。如果你若看未破，又搁放未下呢？我讲这人稳死的，看未破，搁放未下，这人稳死的，一定呢执着、跨界、担心，对这真相未心在有觉。安尼，你这人一世的人啊，注定在排这个执着痛苦。所以我唔单讲看未破，又搁放未下，这人稳死的啊，真吃力啊，道理在这所在。我就只用一个字来讲啊，注意，25年前我还未出家呢，我出家今年都足二十通啊啦。在25年前，我印象中呢，阮厝隔壁有一个教授叫做陈正荣教授啦。那么伊是外号呢，人称阿牛啊，人叫阿牛啊阿牛啊呢。那么伫43岁时阵呢，伊咧心脏病。来发作，因此来往生去。世间嘛，世间最痛苦的，心内最郁闷的，最悲哀、最痛苦的，无过因夫人呐。所以呢，陈正荣教授因夫人，那每当呢过年过节的时阵，想起来的时阵呐，就咧念呐：“阿牛啊，阿牛啊，我为你修观20冬。”拢总无计改计呢？你知影无？你后生祖囝已经20通岁啊，你有清楚无？这20年以来呢，我呢生活伫个思思念念的当中，就那阵就回归呢，就过去20年前你我亲亲我我生活内底，就亲像呢藤干蜜丁的岁月内底，但系我醒起来的时阵啊。我的枕头已经沉湿了一大半咯，阿牛啊，阿牛啊，你有听了无啊？安尼一直去甲因翁婿安尼甲讲，但是已经寿毕20几冬啊，20几冬要注意，这20几冬搁念念不舍，卡想都想迄只牛，你想看麦？你牛甲想20冬，先脱就脱袂离，先放就放袂去。诸位啊，所讲的世间人啊，所讲的爱难断啊，情难离啊，20冬无在条个爱难牛啊，放好袂记哩。这就是咱佛门所讲，看未破，放未下的见证。哎，你最有清楚无啊？有人为了情看未破，放未下；有为了名甲利看未破，放未下。有人为了家庭事业放未下，为了伊个权威职务放未下，每一人角度无同款，总是呢有个人个角，个人个跨界，个人个立场。所以咱要讲话啊，我要连续讲三天，如何看破？看破啥物物件？在我着大家自在解脱这个问题呢，这一连串三天要讲下去，所以注意。了解这个世间的真相，自然就会看破。那么看破是一款大智慧作用啊！我拄好讲过了啊。看破是一款大智慧的一种流露、一种妙用、一种作用。
那么到底呢，咱佛门佛祖有教咱如何看破方式无？有，有方法。所以呢，运用呢《阿含经》呢四非常智呢，有人讲，注意，咱来看上边边个字无吼，有人讲，伊讲即诸啊，皆消散，众高必对汝啊，合会要同意，优先啊，无不输啊。哦，好庄严的四句话啊！下当时呢，一语突破啊，一针见血的话，伊头一句讲啊，借助该消散。哦，意思讲，你拥有的财产，动产不动产，你拥有的财富呢？你放心啦，你放心啦，你这福报不是代表永远啊，福报会尽啦。哦，你若拄着恶主啊！会甲你消遣你财产啊，做了恶王啊，会甲你财产消遣去啊，做了水灾火灾，会甲你消遣无常吞食去啊，积聚该消散啊，众高必坠落啊。一人名为伊宽世呢，伊福纳真坠落。哦，你看今仔日轰轰烈烈咯，伊势力纳真，人纳真，主人消失。你看看过去呢？马克思啊，伊菲律宾的总统呢，过去人呼风唤雨啊，因夫人嘛真厉害啊，结果伊福尽啊呢，哇，都亡去美国，到尾又癌症死，死甲真歹看。所以一人伊权威势力唔是绝对的，是无常的，是生灭的，是唔是永恒不变的？所以伊甲你讲啊，忠高必坠落啊。所以你看这人真有福报，真听话，咱唔好甲心善。为安来讲，因为啊，这个福报是真啦、啊，就哪单像你下经钱啊，哦，北京语叫做公钱啊，你个下起的是呢，这经钱呢也色真强，咻一下呢，咱若到半空中也色那真呢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自然去落去啊。所以讲，众高必坠落，是意味着讲世间无得绝对的。完全是因缘生，因缘灭的，福报若真，自然就消失咯。再来，第三，合会要同理，什么意思？合会就是指讲，咱亲戚朋友眷属乃是一个家庭呢，伊是众因缘汇合。既然因缘汇合的物件总是脆弱的，是暂时的斗阵，暂时的一款的相助而已。那么缘散呢，各分东西啊，四个四度度，家家串一串，不好不好呢，叫做合会要同理啊。世间无了不散的认识，这句话来安搭呢，是最恰当不过。过来，优先无不输啊。咱人有生，必然因果律、自然论呢，伊必定爱死。除非伊卖生，卖生就未死啊。所以我们讲无生无生，无生境界足高呢。因大家呢正成空性涅槃的境界，所以一念不起啊，一念不起如如佛啊。那么咱凡夫站袂住，动这念头来人间要投胎，你袂当无来；动这念头生性地，你袂当无生性地。和你的性，和你业，和你的意识牵得拢。咱的投胎转世嘛是随接来啊。既然投胎转世呢，嘛是因缘生因缘灭嘛，有生无不死啊。所以天下间找无一人讲伊会生，讲伊未死的，讲这那是安尼呢，那是妖怪啦。可是天下间无这代志，所以要注意讲。较早有一个信徒啦，伊讲师父，我那念这个往生啊，是毋是有啥方法，有啥办法呢，来救我那念呢？可以免来命中呢？我向阳听这位呢，我等下回答讲，安尼你去市区甲找，找讲哦，一家一家一户一户去啊访问，问讲因历代是毋是因家将来无有死人过呢？若有找有一家伙啊，一家伙啊讲因家将来毋捌死人呢，安尼我有办法治恁妈妈的病，可以免死呢？一礼拜伊来找我，师傅，还是骨头你骗唔知呢？
天下间无迄个讲有生，讲伊未死的，因兜讲有死两个当面，做一个娘起红面。所以讲这个问题呢，我就是讲天下间，尤其咱的年纪若较轻的人，二三十岁啊，当个虚话时，讲这伊听无半项，听袂落。尤其啊，进入到二十五岁，哎，三十几岁人诶，伊渐渐社会上历练有人诶。每一句话也震撼，每一句话也相应，每一句话也吓，每一句话也拍成一片。诸位，你要相信不相信？暗经这四句的非常之呢，有人讲是这逐句嘛知，知唔过你做未到，也因为你做未到，会偏激啊。翁死就靠一边，母死靠一边，阿娘死靠一边，囝死靠一边。啊，世间的无常啊，无常，你就知啊，知做未到。有当时你唔是唔知啊，有当时你是知，啊知佫做袂到，甚至有人是唔知，有个人诶，一个囡仔你唔二十几岁，你讲死伊唔知影呢？伊讲阿叔，咱人会死哦？伊古怪咧，伊问讲叔啊，人真的会死吗？哎呦，这唔是问题，但是对伊来讲嘛是问题，因为伊唔捌死过，死前怎样伊唔知影。所以佛祖讲这四句偈啊，是无常偈咧，无常，无常。所以我特别讲话啊，这无常经也讲一句话啊，注意甲笔记起来。伊安尼讲，用大地急入我啊，时至该归真啊，未赞有一事啊，不必无常吞啊。哦，所以讲诶，这四句诶无常经呢，是完全诶讲出世间诶真相，讲出世间诶本来面目，讲出世间诶真相。伊安尼讲啊。大地急日月，是只有这宇宙世界来讲呢。你看咱这个三无大地，日日月月，年年啊，分分秒秒拢在变化呢。所以有人讲我离开故乡二十几冬，等下看我的故乡呢，改变足济啊，随时变化。我二十年前无等于山顶呢，我山顶来看哦，那像山已经冻同款。三无大地。以佛陀的角度来看，要经过成住坏空啊，无常啊，咱唔好怀疑，莫怀疑讲八十七年的时讲的流星雨啊，注意，其实有真济的世界就是消失，成住坏空过程，是破坏时阵啊，伊寿命尽的时阵啊，即款即流星一走，你唔好怀疑，那就是一个世界的消失，无定就遐有大人，所以有人问一个问题，讲是真的有外空人？有意思无？我要甲注意讲，阿弥陀也是外太空人，叫做世界是外太空的人。所以呢，佛祖嘛讲啊，世界无量，众生无量啊。即早在三千年前，释迦牟尼就讲甲清清楚楚，印证伫经典内底。所以呢，咱佛教相信，相信这三无大地日月星呢，要经过成住坏空的阶段，因缘若到。时间若到，自然就消失。叫做大地即如月啊，时至该归真啊。离尘有一事啊，不必无常吞啊。吼，注意啊，论庄严嘛，这两句上庄严；论要听嘛，要听这两句。伊讲啊，离尘有一事啊，不必无常吞啊。我再去看这所在，我就听。虽然你看偌济车祸，看偌济人往生，看偌济变化，无感觉啥？看这后壁这两句呢，相当的亲切，那亲像呢，我介敏感的呢，未然有一事啊，将来唔捌看到一件代志，一切人事物呢，讲无比这个无常所吞食，有影？我定讲一句话，注意。你我大家拢相当有一个年纪，我今年都进入四十五年，迈入中年人啊，早就中年人啊，我都感觉，我自细汉拄着偌济快乐、称心如意的代志呢，如今何在？被无常吞食去啊！我未当无讲哦，拄偌济伤心事，你当变数来讨口的代志，何其多啊！今仔日如今何在？被无常所吞食，这无常会吞食了世间一切苦恼的代志、不如的代志、称心如的代志呢？完全伊无特权，也无下面讲伊袂变相的，
一切代志呢，拢会被无常所吞食去。所以呢，注意啊，这四句无常字呢，我听你家己呢，我当下就恍然大悟，就有一个出世观念啊，好厉害佛祖啊！在讲遐入骨的呢，夭寿骨的佛祖，讲遐入骨就对啦，有够厉害。所以有当时要用开悟吼，佛法讲出言细语，概归第一义啊。唔是讲伊讲书文的话，就是文雅呢，不尽然。有人做书在这要开悟，经过巴巴线线站站的呢，伊开悟，该顶礼三拜，佮该感谢。啊，若确实讲这人根基无解啊呢，伊个巴巴站站的哦，伊一世人讲，我永远怀念你如本法师，恨你一辈子。所以讲呢，要用开悟经过来了解伊心情，了解伊感。伊是毋是看你拍，会看你骂咪？那咪呢？敢嫌济尔，伊就走他飞啊！无我去看去走。所以呢，开悟祖师要互人开悟，有伊显卡的方便。尤其后壁有一公案，足古锥的，吼、哦，我会甲讲落去。专讲一句啊，无常，无常是世间的本来面目，无常是世间的真相，由不得呢，咱甲咪起起当去做。无常是世间。伊本来现象，伊你无特权，讲伊叫伊唔免讲，叫伊为只无常变相，无可能。我联想到呢，这个无常这两字呢，我感触真多。这无常，我讲过了，是世间的真相。你找遍了天涯海角呢，找无一样物件，讲这物件叫做常啦。常就是不变。永远不坏，叫做常啊。可是啊，你无可能随便天下间任何一样物件，讲伊叫做常诶。你嘛无可能把这世间诶无常变常就对了。这世间真理诶定义，你只有清楚吼。所以有当时啊，我会讲会半去倒诶方式咧，讲诸菩萨。你若是有在条天下间找出一样物件，讲这个物件伊叫做上的位置，我敢甲你赌，我一百万甲你买。可是天下间找无一样物件叫上啊，上用上定的金刚，伊嘛是坏啊，选择嘛是歹啊，只是伊的年过，伊的岁数较长安尼尔。所以天下间拢是因缘所符合，因缘所符合的物件是无常、可坏性的、败坏性，唔是独立性的。因此，咱佛的弟子对这世间的无常，要有这正面的认识，理由在这所在。所以常常讲啊，了解世间是一面无常物件，为安那伊无常，伊就是因缘所生。因缘所生物件，何然唔是无我呢？所以我们讲苦空无常无我，是只有讲因缘法来讲。再我联想到这《大智度论》呢。咱龙树菩萨有间启示四句句啊，来咱注意听好哈。伊讲：欲法因缘生，是法性是空；欲处法不空啊，不从因缘有啊。好庄严的四句句啊！伊安尼讲，如果这个物件，那如果是因缘所生呢？这个物件决定。伊本性是空性，伊去讲哦。如果这个物件伊不空的位置，伊是永远不变的位置，不从因缘有啊。伊去反倒等下讲就对啦。啊，那安尼讲起来呢，是找无一样物件。讲伊呢，这个物件伊唔是无常，伊唔是空性。所以我正讲一句话：你搞啦，你有神通。你一飞，一飞，一飞，飞到他方无量世界，无量世界，无量世界，遐个所在，阁有一样物件，讲迄个物件，讲伊是唔是因缘的位置 ？Impossible， 无可能的代志。因迄个物件，构成物件就是因缘合合。既然因缘合合的物件呢，伊当下就是可坏性的，伊唔是独立的，无缘无故变有的，是因缘的相助，因缘的合合。伊唔在讲。欲法因缘生啊，是法性是空；欲处法不空，不从因缘有。法者因缘法，
因缘法者体性是空性，所以咱做伙的弟子来当了解了这层的道理入面呢，天哪间，他有啥物件你看袂破呢？咱要讲话啊，感情嘛是法，法是中清啊，痛苦嘛是法，法，你快乐嘛是空啊，感情嘛是脆弱的啊，可坏性的啊，暂时斗阵的啊，哦，因缘那到嘛爱离散啊。名威，名威嘛是无常啊，嘛是因缘所生生啊。哦，福报，福报嘛是因缘所生。啊，痛苦，痛苦嘛是因缘合合啊。拢都是因缘所生。啊，既然因缘所生为者，何谈不是空性？何谈不是无我？何谈不是呢？不是独立性的啊。所以呢，大智度论这四句偈呢，我印象深刻啊。若法因缘生，是法性是空；若处法不空啊，不从因缘有啊，实在有一番的道理伫个啊。讲到这来，我阁运用这阿含经呢，佛祖老人家讲了几句话咯。伊安尼讲，伊讲修道者，若能正定诸法无我无常为者，哦，空即即灭。初人即刻呢入于圣道啊！伊话你讲，好，即位呢当初给我足大的震撼啊！伊讲一个修道人，哦，修道人乃当端端正正正见这三无大地人事物，完全是呢无我的，是空性的，可坏性的，唔是因缘不变的位置啊！正个即空，与空性相应，哎。这人必然会入道啊！哦，这句话就全部讲出来啦。所以问伊到底会开悟未开悟，会证果未证果，关键问题是问伊到底有了解诸法空性无呢？见空转换入性，不空永远处在凡夫的主观。哎，你最清楚吼，这点最要紧的。所以讲要如何看破呢？要看破什么物件呢？哦，什么物件看破，走到自在解脱呢？加到讲遐道理，就是加罪看破。看破这诸法本空呢？诸法本空，那看破为者呢？那么是开悟证果、转凡入性的关键所在。凡夫看未破呢？这是加罪在正面来看哦。啊，有人讲啊，你啊放下啦，卖爱个想开啦，你个安慰者拢无效，唔是了义的。佛祖讲了义是啥？诸法本空，这是较有艺术正面化的，哦，唔是用安慰的。哦，我常讲一句世间人话哦，啊，信仰宗教就是一款的啊，心灵上安慰。我因讲唔对，啊，一讲也无安慰的，啊，就稳死的。啊，一天若无安慰，唔就当佫继续佫哭落去，继续佫忧愁落去，唔是？信仰宗教就是予你内心的解脱净化，大家呢自在解脱，唔是一款安慰，唔是一款依靠，唔是一款暂时呢消弭而已。那么咱去修行也同款，看破爱看彻底看破，了解伊真相的内容起脉，了解伊体相用，了解伊本来面相。安尼你才彻底看会破，无呢？你目睭甲掩起来，站伫深山啦内甲闭起来呢？你犹原去想迄件代志，你无在条看破，嘛无在条通放下，要谈上自在解脱根本呢？你来去算啊？你来当透视佛祖甲你讲这话，这人无看破嘛在看破，无自在嘛在自在，无解脱嘛在解脱的时阵啊，所以呢？因为这样要紧的原因，所以日本呢，佮将佛祖的《大法界经》一段，佮摕起来，互注意听者呢，听好，两边边有一些《大法界经》云：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啊，诸十方界，为诸有情啊，宣说正法，无不该用本性空，本性空即是佛眼。文佛说本性空义呢，乃入圣道正圣道故，
日本圣公啊，无比方便啊。哦，注意啊，恁有开窍有开悟无啊？这几句话足重要。这话会当是画出了佛法，伊个入骨的话啊。讲了义嘛，才上了义啊。虽然唔茫听世间人讲，放下啦，先较开个啦。我感觉这款的安慰呢，不足以使到一人会心服口服。问伊到底心服口服话呢？问伊到底有入这个骨骨髓的无？佛祖甲伊讲啊，足实在啊，讲破就对啦。伊甲你讲啊，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、三世诸佛，卖来人间变化，变来人间广经说法度众生呢，为所谓六道众生乃至声闻缘觉菩萨为说法呢，无就无讲这个本性空这个道理了。本性空就是呢，诸佛的佛眼同款，就要出三界，顿断六道根本的不化。那么，咱来听佛祖讲这诸法的本性空寂呢？这款是证悟佛道，乃是开悟正果，也是真方便。如果讲，如果离开这诸法本性的空寂呢，绝对无第二条路啊啦，无别方便，不二法门。所以咱们讲话啊，看破是看破啥？看破诸法本空，这个诸法是总说。包括感情、名位、财产，乃至咱的权利，种种一切，你爱了解，伊的本体性是空性的，是不可得的，如梦如露，如电如化，伊一种有为生灭法。你若了解伊事实为怎呢？你如如不懂，咱就是无法度看破这个感情的问题，伊真相是安怎？是一门道听，一门离散嘛？啊，名位啊，名位，即卖你选举出来第四年，伊免搞，选不着，伊阁去啊，啊去啊，骗我人讲去啊，你这去啊，这世间上任何一样物件，拢都是无常的物件，为了咱苦苦呢，看未破，放未下，这是正面说哦，哦，啊，佛祖甲你讲，感情是空性的，你听未对，佛祖唔得甲你讲哦，啊，感情是脆弱的啊，啊，一关呢，啊。骷髅观啊，白骨观啊，不净观，有人愈观是愈可爱，愈观是愈高追啊，一观不落来。这个人的根基啊，有差别。那佛陀伊正面说，拢讲是诸法空性，安代志拢好讲啊，解决啊。你既然了解诸法空性为啥，内心的执着呢，为对生气呢，无从生气啊。所以了解诸法伊空性为啥，当下就看破。看破为者，就自在解脱的时阵啊！我联想到呢，是讲咱这修道人啊，乃当的思想哦，念这几句话就好啊。诸法本空，诸法无我，安尼念念伫心内，依法相应，这人渐渐就入道了。为安怎讲？为安怎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？佛陀伫半夜十二点要往生的时，入灭的时啊，遐个一堆人拢总无流目屎，也袂哭。遐开悟正果如幻呢，遐菩萨拢无哭。为安一旁人哭甲毛毛叫，目屎黏黏流，像水倒水啊。为安那哭遐伤心，因伊无以空相应，无感这无常相应，无感这诸法空性相应。伊认为讲生，伊无想要死，伊看袂破。如果会知讲生有生必有死呢，伊无理由哭，也无理由来伫伤心，也无理由去劳作。伊生必有死，所以阿罗汉菩萨伊袂哭，毋是伊有特别伊的神通甲愿力，是因为了解诸法本来是缘起性空，本体性是无我，是不可得的，有生必有死的。动啊，拍成一片，含伊呼喊呢。动啊，想要哭都哭袂出来。拜托阿罗汉，你哭好无？我都哭袂出来呢，是要怎叫我哭呢？伊了解，伊看破，伊知影真相，有生必有死。所以有人老母死哭一遍，老爸死伊哭一遍，囝死佫哭一遍，永远有境界骗去。
就是看不破，唔知咱人的生死就是无常生灭啦、啊。包括你的感情，包括你的名位，包括你拥有一切，拢都是无常无我啊。所以要看破，看破世间无常，就是看破。哎、欸，你注意清楚吼。如果那是讲看破，你准把家庭放下，哦，你把这个感情放下，你把财产放下，还是呢，走起味呢？这不是佛门所讲的看破，你味起来啦，你去深山哪哪的，吃着人间烟火所在，你照常为一件代志去看，真无看破，如何放下呢？所以如果呢，以正面去来看，了解诸法的空性为假。这个人唔免讲呢，叫伊放下，自然放下。所以呢，咱特别讲话啊。如果陈正亮教授因夫人呢，那明白了这诸法空性，以空相应来证悟为证。我相信陈正亮教授因夫人这个香夹起来呢，伊就安尼讲啊，阿牛啊，哦，唔通哦。啊，唔当想遐济啊，死就死就去呢，一了必了啊！哦，啊最后呢，唔当搁倒转啊，来找我姑姑弟啊！哦，有生必有死啊！伊就甲因翁安尼讲，哦，如本来是有讲哦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诸佛住在十方界，为诸有情恭敬说法，拢讲本性空寂无，本性空寂的诸佛，诸佛眼咯。哦，你也听到这诸法空性为假呢？这是转凡入性、开悟正果关键所在哟。离开这本性空寂，无其他方便法喽。阿牛啊，你有听到无啊？我吃好到修补了，你有听到无啊？我相信因夫人阿甲阿牛安尼讲吼，陈正亮教授一定听得家己真欢喜。一定真感动诶！伊若有机会爬起来讲话，伊一定安尼讲：哦，我的太太有情有义的小，伊娶一归阵也未歹呢。一定诶，因为这要听这正法无遐尼简单啊，注意啊！这古来大德为听一句会开悟正果的话呢，爬山涉水啊！为了啥？为听一句偈。为要开悟正果呢，宁愿丧失性命，在所不惜的伊啊，赴汤蹈火就干。今物人唔敢发的可贵，所以定讲一句话啊，《华严经》有人讲，无爱三千大千世界珍宝，唯愿要听一句微闻的佛法，道理在这所在。因为三千大千世界珍宝啊，毕竟呢是有为生灭，会当予咱的行住坐卧以十年来丰足来自在，但是伊无法度治疗咱人的生死大事啊，无法度开悟正果啊。所以讲论好业呢，咱对人也袂丢啦。好业人呢是好基督啊，但是伊也无下苦修行呢，伊对生死呢连一说办法都无法度。你看偌济好个人要死时啊，伊无在调啊，又有力使无路啊，有无奈感啊。所以呢，好个金银宝物，我都办伊生死，唯愿要听一句弥闻的佛法。一句佛法，若听到以后，互你开悟呢，安尼你后摆就免阁生死轮回啊，进入佛的高位去呗。所以咱会讲这话，就是讲，哎。今仔日，咱咱听了这个佛陀哩大伯经经讲这话啊，你是要开悟正果，一定要听佛讲这本性空寂。本性空寂是诸法的本来面目，包含这根钢藤遐尼庄严呢，伊钢管也是因缘所符合，因缘合合的钢藤无理由长久啊，上至乎你一百年、百五年呢，哦，咱都无在这活遐久。无啦，活遐久呢，若看会到一放下时阵，这间厝如此啊，咱的身躯如此，三河大地何尝毋是如此啊？因为诸法皆是呢因缘所生，因缘所生诸法无一个凡呢，讲伊是永远不变的。再话联想了呢，咱无上经啊，
有做老人家，佮讲几句话啊。伊讲：无上诸世尊呢，独觉声闻性啊，上下无上心呢，何况诸凡夫啊？哦，这话我听得较甜呢，安尼哦，非常感触。伊讲啊，佛祖伊就安讲啊，讲我如来应开悟正果，福慧圆满，已经成佛了呢，是现在这人间呢。照常爱舍离这四大家的身躯，爱舍离这无常身躯，我都爱安尼咯，何况一切凡夫煞唔免安尼？伊讲无常诸世尊啊，独觉声闻性，就是啊，是圣人啦、啊，哦，即阿罗汉甲声闻啦，伊同款咧舍离这无常的身躯，到时阵有生必然爱经过死亡阶段。圣人都如此咯，何况凡夫呢？哪里有特权有下面讲伊唔免死啊？实在无理由呢。哦，道理在这所在，注意咱个听好。看破放下，自在解脱。看破放下是看破这个世间的真相，了解这世间的真相的本来面目。当下就是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事实。你心地若接触了这个不二法门，而且境界时阵啊，你自性都要转一切境界，不被一切境界伊所转去啊呢？你心地当下就如如不动，到了这时阵啊，你想讲无爱甲放下，嘛又不得理啊！你想讲我都无爱好自在，嘛唔是会当你会当做主意啊？我想无爱解脱呢？嘛唔是你呢，讲不爱唔系问题啊，因为啊，你系彻底了解到这诸法缘起现空，现空缘起事实，自然当下都正圣人的境界啊。嘛免讲看破，嘛免讲放下，嘛免讲自在解脱啦，因为转凡入圣入微啊，世间忽然间呢欠一人，有人讲欠一人，装去倒位哦，成佛去啊。所以问伊到底会成佛未成佛，是问伊到底是不是所谓呢？了解诸法缘起性空无？安尼决定伊是凡夫还是圣人？注意安尼明辨吼。人拄啊有讲，因缘所生一切法是幻化无常。既然幻化无常，一切法当然亲像金刚经所讲的啊。一切有为法啊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啊。咱对这世态，你用这四句的名言甲套落呢？日本人讲一拜一拜的少，无加无减。哦，一切人事物何尝不是呢？有为生灭，何尝不是所讲的如电如露如泡如影呢？这水泡呢，一生一灭，一生一灭，是维持长甲短的问题尔，啊，唔是意味讲你看袂到伊歹，代表伊永恒不变，安尼讲就差异。所以凡所一切法，伊当下空性，空性是诸法的本来面目，一句话都无定答，连一撮动作都无，哎、欸，你就明白吼。咱注意菩萨，我拄好讲。看破放下，绝对唔是叫咱注意放下感情，嘛唔是叫注意放下你的家庭，更加唔是叫咱呢放下咱的事业，放下咱的社会国家，那一路差异，是要叫咱人呢放下心中的想，放下心中的定，放下心中的定，放下咱内心的尘埃。唔好甲外口境界坚定以外，藏伫心内念念不舍，是要叫咱人，使得咱的心境呢来转变、转化、净化意思。那么何况呢？咱心内一切相、心内境、心内尘埃呢，拢是念念生灭不可得啊！既然念念不可得，世间也过一样物件，会当把你留恋、甲看的吗？实在无理由啊！哎，你最有清楚无？多听几遍也未歹哦。所以讲看破呢，是
了解世间是因缘所生啦、啊。因缘所生当然是空幻不实啦、啊。那么最后你的内心未接触着因缘所生的种种一切，而自然心内就放下自在解脱了。注意，心中已经静的万缘，那么放下，伊心内的执着若放下，咱当下称呼伊叫做自在解脱的圣者。我大家呢，唔是人人有法度的呢。道理去听，就是入去啊。要修甲跟你同款，理事无碍呢，啊变到老平同位啊。虽然一句话讲，理虽顿悟啊，事需渐修啊。理虽然顿悟，哦，如不那书讲，我马上相应呢。不过拄到境界时啊，拄到大兵赛就老呢，唔是真情实断的。就讲佛祖为安那讲，咱要顿悟真紧，为安爱修行，无修行未得啊。佛祖修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呢，所以修行是阮点点滴滴的累积。是阮点滴的功夫啊，点滴的功夫，唔是讲人病苦底下吊点滴的，吊五百 CC 的，是讲一点一滴，是讲一杯茶杯啊，啊一天滴一滴，一个滴三十滴，一年365滴。虽然表面甲看即卖袂甜，唔过呢，伊决定会甜，继续搁滴会甜。修行也同款，修福一直累积，一累积，修慧一直累积，累积，累积甲福慧圆满，人心见性。自性庄严，自然成佛，瓜熟蒂落。你无成佛未得，无成佛未使。哦，所以讲，咱要讲话啊，修行绝对无速成班的。你唔好听外口宗派讲修行啊，所以讲一点一滴啊，哦，用心啊，哦，用心是对，但是咱唔当家只用心甲歪曲。哦，啊唔是讲自身成佛。讲这人妄语打得严重哦，修行人一世人修为成佛，我讲无可能的。除非生生世世修到即马接近边缘的阶段，即马了修者量者就开悟证果成佛，另当别论。不然为者，讲将来唔要接触佛教，也无过去也无修，讲一世人修行就会开悟证果，魔衰大魔头。所以讲，干你脾气就好，咱唔免讲啥。一人脾气讲要改呢？哎呦，我歹改呢！下过前就咁样改，改到下过二十档，脾气嘛改袂起来。啊，佫一人十次我歹改，讲食薰倒。是，我决定要改食薰。改偌久啊？改五年，佮找我啦，讲，我同讲，哎、欸，陈居士啊，你薰有改起来无啊？伊有改啊，一包呢，改三包啊，愈改愈一包啊。我毋是无改，有要改啊，愈改。受气，甲只食薰是歹解啊！何况贪心、嫉妒、妄妒，哦，未随喜心，这一连串的心的杂病、心的病、心的杂草呢？你无甲净化掉，你讲自身成佛，好庄严一句话啊！可是你做未到，做未到，思想无解脱，就是无解脱。我讲啊，理虽顿悟，事需渐修，这自然慢慢修，慢慢修，总是会到。只要你耐心、有毅力、有信心，绝对会到。哎、欸，对，真个吼。所以讲，咱心中一万念放下，大家内心解脱，这个恭喜。所以咩，放下咱心内一万念的心境，你爱做拍拼。我要结束以前，我运用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啊。咱释迦牟尼佛要度一人开悟证据，咱有善巧的方法哦。到底是用什么大智慧教这个在家居士来明心见性开悟证据呢？你听就不要就讲落去呢。原来有一个学佛多年的老参的居士啦，的居士学到足好，伊真仰慕佛陀，真尊敬佛陀，所以抱着伊欢喜的心情呢，移动伊脚步呢，来到佛陀的前下。很快有道呢，有道看到伊，就叫放下，
放下。这个信徒天经够懂哦。佛陀意思叫我唔免想要接近啦，又看到啊，就将伊白鲜花、伊白花，伊就放伫佛座头前五公尺的所在。然后放好了，阿弥爬起来都阿弥爬较好势，佛陀讲放下，放下啦。啊，这个技术想讲，阿花的供养更好伫涂骹，你叫我放下，还佫要叫我放下啥？伊想讲，佛陀甲问讲，哎，我怎啥？无规矩，北好伊啊！北起来，佛说起来，无伊讲供养，可能佛祖开始要做召集人，哦，要当面召集啊，收一个破衫裤啊！哎，啊，然后呢，外套、外衫甲北起来供养佛祖，哦，哎，北起来了就坦胸露臂啊！哎，佛陀讲。放下，放下，再放下吧。要啦，系啦。这个技术讲，这唔对啊！我衫顶关衫北条剩只外裤，啊个，这个外裤，敢会啊好啊？衫裤衫到西天呐、啊，布是布是又贴贴，外裤阁脱起呢。不过还阁只内裤。伊脱起了后，强强辅助，啊辅助讲，放下，放下，啊哟，这敢是忽啊？在叫我放下，这。顶关衫甲外裤脱了啊！这外裤、内裤啊，哪个脱起来？这敢是好过哩？放下放下了，未使了。然后呢，佛陀讲放下，佮放下。这人真厉害，像佮头仔讲的，已经接近了开悟边缘，释迦牟尼有善巧方法解开悟。放下吧，这位居士，放下吧。这技术呢，急中生智啊！伊形容就是讲，哦，原来释迦牟尼是教我安怎内心的相、内心的万念放下才对啦，开悟了啊！开悟了啊！正是所谓啊，山穷水尽疑无路啊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呢、啊。好、哦，注意。这个技术当下回光返照，啪的一声尔，当下明心见性，正有初果与阿罗汉，注意因有别的无啊。所以注意，哪讲这三个北了了会开悟，如本嘛要切穿，这达滴北啊。所以注意，咱自细汉吼，爸母北，咱家己北，北一世的人呢，唔知咱注意有开悟无呢？哦。所以你老开悟，爱甲讲一条，佛祖讲讲技术吼，老开悟正果吼，正初果，讲唔好甲技术化呢，因伊无我啊，你若要爱钱吼，伊甲你全部钱偷偷给你呢，啊，佛祖讲你要自备这技术哦，伊无我吼，伊什么财产拢会记下出来呢，你甲家己个化呢，伊提卡可以幺八多比赛哦，有这款讲法，所以佛陀时阵，北一三个就开悟啊。我常讲讲，咱北市四地人呢，也无听讲安怎呢，也无一撮消息啊，真惭愧啊！哦，啊，较早我捌讲到安尼时，有一个技术讲讲，日本法师啊，你自备一个，你坐上台顶，你只要开口就啊，讲哦，放下放下，阮大家北个呢，讲以为一千两百句嘢，要集体要开悟就对啊，集体开悟，集体脱就对呢，讲夭寿嘞吼，这放下放下了。来高等法院的法官吴庭长在这里哦，哦，这些三个北里甲地吼，关三档都无开哦，所以到到家了，干干就啊。所以人佛伊要互人开悟，有伊善巧方法，唔是讲清清菜菜公公法法呢。哦，我拄仔讲过了，迄过去祖师大德云愿禅师得好。周董宗的云念禅师啊，啊，这个，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五个宗派嘛，这其中是云念禅师啊，啊，因师父给开悟安怎？有善巧方法。你看伊这徒弟哦，要下过这个门，这门槛吼、哦，这火顶要下出来呢，因师兄把这门槛关起来呢，啊，关起来伊向要发出去啊，脚动啊就凹登去，听个哀哀叫啦。因师都挖过来讲，水在痛，痛是水。
久，哎，你急的急急的当中的回光返照讲啊，听听，谁在听？听是啥人？回光返照，你吓一跳哦，良心变性，世间又搁欠一顿去啊，欠一万五啊，云念禅师因开悟的。听听是啥人？啥人在听？伊毋是分别卡长期的烦恼、痛苦、不足，是回光返照。如果你若无心，无心的知觉分别，随得听，听是啥人？一刹那间就回光返照入来啊！夹一支卡开悟划得来。啊，如果我如本讲，一开悟正果，卖讲一支卡夹断呀，两支卡断也不要紧，因为开悟转凡入成了。来世免去轮回生死啊，正成无生法忍啊，何乐而不留矣啊？人云念禅师因师有这善巧方法呢，我唔安尼那注意，我无代无志，甲你卡夹断，看你是我一世人面，夭寿的如本法师搞卡夹断呢？我一辈子怀恨你如本法师，天哪干最可恶的如本法师，你搞夹断卡，我都唔开悟，所以人要互伊开悟已经。甚至咱佛门讲有他心通，咱这人会当用这法啊。最极端呢，虽然是不近人情的，但是会当好开悟，这法还当用。大根基人按动大法药啊，而中下阶层的人，你用大法药，伊个毒死伊啊，伊站袂了。所以大水这条河是好啊，你如果伤大一挂残忍的秧苗，拢淹死了了去呢，未长好啊。佛法也是同款，无上的大法要有无上，怎么开悟正果变的人来用呢？拄拄好，中下阶层人站袂牢，无甲你诽谤就加在啊。所以总讲一句，注意，我安尼讲就是讲，放下是放下咱内心的一切相，一切万缘要甲放下，茫执着咱内心烦恼种种境界，心地当下呢，伊就要自在解脱。哎，你做有明辨吼？最后要结束以前，我运用呢，咱这开悟的祖师啊，伊讲了四句偈，含咱注意1200句的菩萨结集善缘啊，甲笔记甲记起来呢，做好记的。开悟祖师讲：直向心着魔，离向心自在。一切平等观，无取亦无舍啊！你若记得好，你终身受用，要开悟正果。像道德的人间啊，势如破敌，雪花盖顶啊！所以呢，伊讲啊，执上心着魔，一人修行是甲取笑，修甲找无门路，修甲安尼人生人命，修甲会石头石面，伊就是执上。如果心内的上、心内的静、心内的尘埃、心内烦恼杂草，无甲执着，魔要丢你啊，难你啊！所以咧，一人若一念不生，如如不动诶，参佛无啥物两样。可是凡夫叫伊卖动，伊偏偏动；佛只叫伊动，伊一念就随你意思就动，不动就不动。执上心着魔，正确。所以讲魔，魔唔是完全讲魔会现伫头前，互你惊，互你恐怖呢。佛来讲唔是安尼，魔就是讲凡准会污染你的心，会障碍着你修道，乃至呢心内烦恼，拢统称叫做魔。你执着一切境界，就是着魔啊。唔免讲一定点仔字点仔字字念，甚至你思想观念歪去、错去、走正去，拢都是着魔现象。执上心着魔啊，离上心自在。如果会当甲心内万缘甲净化甲离掉呢，心自在。一切平等观啊，啥个一切？对凡所一切法，拢总是缘起性空。诸法本来是无我的，可坏性的，找无一样物件，讲伊不坏不空的。所以伊徛伫一切法空性平等观内底呢，无处亦无下。咱看到介意个，唔知伊本来面目个执着，有处啊。快讨厌个物件就甲排斥，是下。所以有处有下，
心底来来去去呢，忐忑上下呢，永远在脑筋熟，就是无自在、无解脱啊。你了解诸法，该是缘起现空，平等为常呢。你心看一切境界，如如不动，不动如如，就是佛。哎，你就明辨吼。哇，讲我等个精彩当中，时间又到咯。时间无认准会见哈，明仔载呢，同时间再会。因为恁有人讲，哦，如果那师傅啊，你讲啊，话等个爽快时，阮听等个爽的时就停下呢，这人足闲的呢。注意，甲你恭喜，是你听甲一心不乱，入听经三昧境界，安尼最正最好。所以呢，点半钟啊，如同一刹那，一刹那啊，如同呢，点半钟时间。其实已经时间到，祝大家法喜充满，事事如意，早证菩提，阿弥陀佛。信众请合掌，跟随师父念回向文：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。下济三多空，下济三多空。若有见闻者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悉发菩提心。尽此一步心，尽此一步心。同生极乐国，同生极乐国。啊，家己恭喜吼！明天再会。